皱了吧？可以白色的，然后皱好了。嗯，这个可以。我都是要往这些锅叫他们那时间，因为要把锅发到碗上去。我是这个，我们是湖南的，我们在这里是反腐败的，向前进腐，下强人民。哦，我们也是湖南的，他说是保贪官腐败，不作为，久拖不决，那是乱作为，公检法不作为，政府也不作为。我是湖南的。但是我不能呢，我老公啊，他把他的档案毁了20年，行政干部也毁了，57年的行政干部他毁了，72年到72年以后，这段时间呢没有档案，72年以后的呢档案篡改了，20级行政干部就改为工人了，退休资金。一家人都不好。这是河北省唐山的，陆镇农场的，那个司法腐败，司法腐败，就是就是反腐败的，我们是，他们法院认为让5次判我而死刑，就是那个草菅人命都没人管，维权无门，你要人权。我老公罗泽科，1999年遭到严重车祸，以后他们只一直把车子和人都放走，什么手续都不办，把这个人啊，现在自己职位人把罗泽科，自己职位也一直不管。现在我到了深圳刑民医院，深圳刑民医院。去的时候，我老公还知道说话，还可以吃饭，所以以后他不下药。就人怎么说了？好，谢谢了。我是山西省万源人，山西省万源人。在2022年9月15日，黑社会持枪杀人，赵先生，黑社会持枪杀人。这公安一直不作为，不收枪，不批复犯罪，把犯罪人给我们的看病钱，他们进价不给我们看病，我们身上还有残留10多颗子弹，还有就是5、6回手术呀，就这样。一直是在单位现在是为了生病，他就开给我了，那错了，冤了错了。你偷了我4年了，他抄家包家，搞了假交货表，搞了假申请，包括公家私家，违反党纪规范，那两班呢还包庇他们，下面呢现在呢，哎，这就是一直偷了我4年了，没见没给我解决，抄的娘子的好过复印官。今天，刘志淼向松道口村医生。1990年，山东省王玉新请我去看病，我给他连病看好了，他一分钱没给我。后来他把我绑架了，是他跟平原县公安局的姚文农队长，把我他10多人把我非法绑架，杀了我的右耳朵，是。16个圆的铁棍子一米长，把我的左腿打断了。他们说把我装到麻袋里，把我扔到河里淹死。后来他们把我弄到了平原县看守所，交了手铐、两颗电棒，是黑白的带着。他们来我家。抢走我的拖拉机自行车，
1800多块钱，一挂老水车链子，我儿媳才10天左右就生了，他把我儿媳打的流产了，把我的小孙子给打死了。还行，还说。别说了，你说。是1962年错误下放，那么是北京市西城区落实政策，没给落实。我们当地接回去，2006年3月9号那山水犯人抓回去劳教一年，2007年3月5号接回去，就绑上我弄的黑天印，待了50多个小时。这个9月19号又劳教上公安部上访，非法绑架回去劳教1年半。2009年3月13号上北京天安门分局接回去劳教1年9个月。对的，我是山西02年那个犯罪张员把我用枪打了一回，到现在公安一直包庇这个犯罪人，现在的枪支不收，犯罪人不抓，然后我也是这个身上子弹一直感染，请求依法这个追究犯罪人。我们三个人在是湖南的，是那个诈尸之罪，因为那底下的腐败分子是现在越来越不按经采办事，他老是欺压老百姓，现在还害得我们老百姓富家苦归。比我相反，现在我17年了，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我相反八字进北京。八字都正火车上要把刘志全像抓起来，用铁锁锁起来。我们人们吃没吃？劳教拘留。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相的国家信访局上了3次。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他2008年、2009、2011年、2010年那个9月28日，我去国家信访局那个要把刘志全像还没有下车，那个拘禁班的湖南省的那个拘禁班的。赵志强跟那个唐世民、王继明，他们还请了黑社会的人在那个车上把我们强行多拉打卷，强制不归我心下有多正的香，他逼我回去，我死终不肯。我说你们是这样的，这样的搞，我说我毙命都给你们一样来拼命。在这种情况，他看到我无可奈何，我准备拿着那锅子盆炸了那个火车，我准备跳车。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火车上的那个要把刘志强车上的警察看到我一次都的伤害很重，他们没有办法就压我下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王继明跟那个我们河南县的那个姓周的那个保安公安局的那个人说，他说你今天这一次究竟去哪里？我说我去那个国家信访局，我说任何部门接待我都可以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把我接到那个拘禁办，接了拘禁办以后，然后第二天就把我带那个小车子送到那个国家信访局，当时他们得有批示，要中央批示要审理处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审理一直不得不到解决，而且我回到家里，把我从火车上没有下车，把我打伤，把我拉起回去，我始终不肯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我始终不肯走。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拘禁班赵志强跟那个还请了黑社会，强制把我拖进拘禁班，又拉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决跟他并斗，我有人权，我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顾我死活，不管我心下有多正的香，使劲地把我拉到车上，然后把我送到车上。在拘禁班的时候，好像有2个小时给我的折磨，打我，打向我那我都不知道，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拉到火车上，我也不知道。然后在那个正北京的火车上，185之车厢，坐的那个10号车厢，那个棉卧，4衣站。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北京坐车，坐到那个石家庄，我再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走西向来摸手机也不见了，找了包也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黑羊市，是10月3号。他们就是这样的，把我强制，我下火车我都是
走不得，脸肿的、肿肿的，头发绷的，心想的全是香。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放过我。然后在接访的时候，那个杨云跟那个霍云南，还有一个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但是我能认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下火车，他们就打了电话，叫我们查世进那个书记进讲，那个我们做点的干部欧九军，还有宰军署的那些人，然后喊到公安局的人来了，又把我强制拉向公共汽车那个警车，在这种情况下，送到公安局，把我的衣服拔的取关的，然后把我又送到拘留所，东阳看守所又拘留我了10天，又拘留我11天。进去的时候，我不肯签字，他压我签字，我始终不肯签。在这种情况，我也没签字。他然后呢，他把我强制送到牢房里去的时候，他说你不签字，我以后不敢进去，我没有办法复课来后，我只有先拿进去，我能不能下去我也能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3天我一没有尾，二没有人没脸怕。在这种情况下，我熬不过，我也熬，等了好久。然后呢，好像是有十天的时候，我家里打电话来说我害死了儿子。我说我在牢房里害死了谁个儿子啊？我说我都没有出去。那一天我在牢房里滚来滚去，滚了一夜，一句不停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我在这里怕死在那里，他们强行带了10多个人把我强行拖去，又没有我签字，又没有我盖章，强行拖去没有进去。然后在我在这个楼门口，我就说大西，我有冤了。我说这个黑监狱，我说我是一个冤民，我任何罪都没有。我说他把我拘留的任何进监都没有。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我在那里始终不肯走，外面下了大雨，我现在没有穿多正的衣服，也没有吃饭。他看到我熬不住，然后杂事又派了人来个小车子，叫我丈夫也来了，把我接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始终不肯走。然后把我接回去，他们能送到杂事，他们就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17年了，我一整两肚子生下来一向清白，对共产党是真心耿耿，真心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他不帮我，我找了老公我就有罪，我养娘养我也有罪。我现在生下所有的儿女进不到国家一寸土地，现在17年了，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反说我是无理取闹，害得我无家可归。哎，你过来掏，你看看，你大家看看我的车什么样？给他。我这车脚的，你看，这都脚了，都脚了，你看。哎呀，这车都毁了，整个都脚了。连这个刹车系统，刹车系统，这个供油系统，这个电路系统，这三根，你看呢，这都给搅完了。把我这车都给弄了，你们去吧。啊，彻底把我这车都给毁了。他咋上去？那个锁是这样的。锁是怎么？